其中有这个学问进来的，今天有真侪规范，咱大家用心来甲欣赏，大家比较一下，那么对台湾的这个主要文化，大概这种真完整的认识。基本上话咧，咱的这个台南车比较较看到的这个大头锤的规范吼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你看看伊车牌的这个车牌无甲来共款吼，咱这个侯道福先生，来，过来五百，五百啊，这拢咱台南国的这个实实在在都重要的军事吼，五百啊。鼓励哈，不两手就很不容易啊，真的救了这么简单啊，看起来这个是很高级的军头啊，比你讲军部啊，比这个干部啊，都还更上一层。好，这个是五百了哈，五百了，来，雍先生啊，雍正的雍啊，来，谢谢。好
在咱其他西方文内面吼，比较风格较无同款，然后较无同款的一个本土，叫做白河桂枝吼。来，过来吼，咱来看一个吼，咱宜兰西的宜兰西吼，示范一个吼，就是咱宜家蔡祖群吼，非常这个人部落的一套推演嘛吼，仙人拉怪吼，仙人拉怪。好，来，我再来过来吼，来，来。哎，先生，来啊，没问题哈、哦，哎，那段时间在你公公太衰啦，我这人听很多哦，咁好啦哈，这老仔有这个权啦，有这个特权啦、哦、来，哎，张家高的哈，来来来，这还是仙人拉怪啊，仙人拉怪是稍微比较更高级一点的奇眉棍法。这个车子，哦，在那边看卖的哦。哦，那你我们可以发现，哦，就是讲啊，咱这个台南现在这个主要嘛，通常啊，啊，大头锤啊为主，哦。所以这个规划来临啦、啊，也是真正是大头哦。那么双头为主哦，这是咱大台南地区的一个特色哦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，仙人拉怪哦，仙人拉怪，感谢啊。好、哦，再、哦、来哈、哦，是咱这个六家哈、哦，六家二家村哈，张信强先生哈，来江仔来，我家来个欢迎哈、哦，江仔，江哥，江仔。来掌声鼓励。嗯，还可以，这个叫南宫拜，南宫点头拜，点化，点化哦。那么做早点也非常的精准哦。好、哦，这鼓哎，站起来哦，来，所以我说也会讲哦，这个老师也会讲。这边讲开，看到我来不信的，哦，不信的传授哦，所以点起来滚汤汤不敢换哦。那这鱼家吼，他大部分很好的，这个太多鬼，哎，啊那个看卖的吼，看起来吧，看起来吧，哎，哎，好的鼓励来，好、哦，来讲台啊，谢谢谢谢，来，啊，稍等哈，咱这边完了这个老师哈、哦，金山山文金山先生哈、哦，就啊，好来，掌声鼓励啊、哦，来。我们鼓可以不用琴啊、哦。哦，今仔日咱金山西成都无同款的哦，慢滚长袖哈。你看这个老太这种技术不够啊！啊，实在讲，今仔日咱西桥的乡亲真有福气啊！实在讲，这种的家吼，咱这种的家吼，实在别个所在啊，实在也看无啊，吼，实在也看无。来，准备咱霍安兄对咱传统不是的支持，来，那么霍安兄掌声鼓励啊、哦！哎，来，哦，张家高人姐，张家高人姐，张家姐啊！哦，来，咱们少林的大大兵，我们今天汇集一堂，汇集一堂啊！来，陈金山，陈金山哦，金山山，哦，翻滚斩手，翻滚斩手啊！来，过来咱直接吼，西里七杆。现在吼，像个拳头两三百套吼，也在空行。
啊，讲一下较较无超过，差不多是台湾的这个时阵的名名有江山。好，来，咱这个啊，歹势，我的树林阿咧站着，好，树林阿站着，来，咱再来吼，来练一段泰祖接棍，接棍，好，泰祖的这个接棍，廖建志，好，廖建志，好，廖建志老师，好，来，再来跟指导咯，很多来好朋友来。好，这边再来一下，好，再来一下的棍头。这里姐姐你老婆站垮呀，你咋看也困死，也卡背也困死，你看有够面的，有够面的，别人给宰着哈，也在攻击，小好哟，哦，还有波比看站在这块的，这是过节寡回宴，打人站在站起来过来的，哦，哇，那总监啊，非常来行的哦，哦，不干，你今天我叫你来专题演讲，哦。讲着吼，分子非常分离，吼，卡位非常的清楚，吼，这个这个西面结霜，吼，这个啊，太祖结魂，吼，这我们的太祖来这边结了魂，结了魂，吼，这个西面结霜啊，来贵来老西，吼，来贵来老西，好，这个廖建贵，吼，建西西，吼，建西西，嘿，嘿。好，咱带来金丝洞吼，在因的这个舞艺内容非常的丰富吼。他们是非常有名的吼，今天他们的掌门人吼，也来到了现场吼。哎，廖老师，廖老师，给我们挥挥手好不好？好，那再来一个掌声。哦，站站站站站站站！好，哇，哇，安尼看咧，大家真欢喜吼，真欢喜！哦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我老师很歹势啊，我都改道再说了就。咱同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也是奇迹啦哦，知音难寻的哦，所以讲拳头大概是起摸啦哦，不起摸真强哦，来来来，我再来教你哦，真强我来。哦，啊廖先生哈，你今天一完赛舞哈，替我们带来了他们西罗的战二哈，再来等于，因等于拢都有十几轮哈，来过来咱在地做兵啊哦，做兵啊，哦，这我来拳头笑。哦，我那多金的功夫哈，我也感觉讲咱泰山拳那个真好，真厉害哦。所以啊，马来练那个泰山拳哦，来一点一点金贵将哦，跟瑜伽哦，沈志平啊，沈志平老师啊，祝你好，来掌声鼓励啊！哎拳头练得这样，这样拖拉。